是我是大老王，独唱合唱做最强，葫芦放个葡萄，大阪城的姑娘，歌声嘹亮的大老王，你是我街坊，有事大家来帮忙，遇到困难别嫌烦，跟咱组建合唱团，预备唱。在我这看车窗没关，我这踢的是血关，怕丢。松开你大爷，这是我大爷。哎，气死你，气死你！雨风在外边逛，小心碰上负心汉。吓你一跳，吓的就是你，干什么呢？我没干什么呀。做贼心虚吧？在我这看车窗没关，我这踢的个警官，怕丢。小伙子，知道我年轻时候是干什么的吗？啊，那是我的愿望。年轻的时候我是兵兵预备役。不是您什么意？你也不能冤枉人呢，您这个。手机是谁的？我的。怎么证明是你的？你看看，有我照片行不行？你看看，你没电了。跟我来这套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前几天我们小区就来一个砸玻璃偷东西，到现在没破案呢。今儿就算我逮了个现行，你明白吗？行行，大爷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我走了。别动，别动。哎，大爷，别动！我告诉你，跟你这种人，你还讲理？别动啊！哎呦，哎，大爷，你这掏什么东西？大爷，别着急，掏什么？我掏袖标。没带我还，哎、大爷，大爷，不是你说这手机是你、哎、是你的，来，你这边怎么是你的？来，搁里边了，不是，来，不是，这，你这干什么呀？怎么回事？你哎，上头了，你等会儿，哎呀，老婆，哎呀，大爷，你把车门给我开开，我把手机拿出来，开不开？为什么开不开啊？没钥匙。这车不是你的。我说这车是我的了吗？叫我干嘛呢？嘛呢？松开你大爷，这是我大爷。让你大爷松开！松开！大爷，干嘛呢？这是不松。这干嘛呢？小偷！我没偷东西。没偷东西。我从那边过来看车窗开着，我就说看看怕丢东西，往里看。结果他过来了，把我手机扔进去了。编，再编。那这车啊？对呀、啊。这是我的车。你的车啊？赶紧看手机呢。手机在这儿呢。这是你手机啊？啊？那车里边手机呢？那是我的。快紧了，不是是你的。哎呀，我是小偷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认识王大爷吗？这是我们社区有名的热心肠，我跟你说，他也是好心，你也别生气啊。小伙子，我说你一句，你说你跟这鬼鬼祟祟，你本来你长这模样，你不这就这，你说这不这手机还你，不是啊，我的李大爷给你赔个不是。哎，哥，别往心里去，赔个不是。行吧。哎，但我也知道你，一场误会，你是好心。哎，不过呀，你那铁脚功，真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不过小伙子，大爷跟你说句实话啊，挂相。哎呀，我走了，我这下个小区还等着我挂相。哎，这啥？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那个。王大爷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就咱们这个小区啊，有你这样的大爷，那就算完了啊，那就算行了，跟小时候一样俏皮。这样，那我走了啊，开车慢点啊。好嘞，下回可得注意，这窗户啊，这不安全，明白吗？得嘞，哎，慢点开，您注意安全啊。哎，好嘞，注意身体。哎。听说这老胡要回来啊，据我所知啊，他在国外一直是单身，这回回来估计是冲着马帆回来的。哦，那可够老王忙的了。自从老王他夫人一去世，哎，他对马帆呐、啊、哎紧追不舍呀。这回我看了 啊没有老王什么戏了。怎么呢？看着马帆的条件多高啊，离婚这么多年
愣没给老王机会，你说说啊，老王这次还有戏吗？你老胡又回来了，彻底完了他。你这么一说呀、啊、嗯，我还真觉着有点道理。那马帆跟老胡那年轻的时候他们处过一段。是啊。最美不过夕阳红，温馨又从容。哎，我说大喇叭啊，就你这歌唱的啊，弄得我都不从容了。哎，我那兵呢？兵啊，不是打靶去了吗？不是，你这须在这儿聚，带拐弯的吃我这兵啊。他妈在哪儿？这儿来的。我就看不着了。汉子让我破一破呢。哎，这真是。哎，老王头，嗯，刚来啊。啊，又上马大姐那儿干活去了吧？干什么活去？隔壁我去见义勇为去了。哎呦，你还有心思见义勇为啊？你那情敌可都回来了。什么？情敌呀、啊？情敌你不知道？就那老胡啊。对，马大姐那个青梅竹马。哪个老胡？还有哪个老胡啊？你俩从小打到大，后来就出国了那个。啊？胡大毛子。嗯。他不是在国外定居了吧？那谁知道嘞？哎，人家成事儿了啊，功成名就，嗯，衣锦还乡啊。那什么玩意儿就衣锦还乡，说不定没拿上绿卡让给弄回来了，哎，说不定是非法移民呢，哎，这什么心态，对不对？这个金色盾牌，热血铸就，危难之处显身手，显身手。好，唱得好。欢迎你参加我们老年活动室的队伍，我来介绍一下啊。这个活动室呢归我管，对不对？对、我姓王，你就叫我老王吧。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叫老王，后边那个字就不说吧。啊啊什么啊？哎，口误。哎但是我可不是什么新人，我是爱唱便衣警察的查理胡。查理胡，这就是刚才你们说那个老胡。老胡回来了。哦、胡大毛子，王大蔫儿、啊，连我都认不出来了。哎呀，你瞧瞧，你还是那个样。你这个样子我都认不出来。你刚才说什么胡？查理胡。查理胡。嗯，胡里查。什么狐狸茶？西湖开水能喝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话呀？这是！赶紧见过老几位吧！哎呦，变了！这哥几个啊，我这次回来啊，也没带啥，但是呢，我得表示，给大家带了点小玩意儿。哎呀、啊，等着，这还差不多，我给拿去。这么多年没见了，哎呀，哎，好啊！哎呦，等一下，来，这个箱子可是真好看呐！哎呦，这箱子太老了，十几年前走的时候买的，这么好，最好看！哎，好，快来，你往一边拿，来，小玉，对，喜欢啥拿啥啊！看看还有啥？三十多了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得去接，赶紧吧！哎，我也走了，我也不待了，我也撤了，上我这儿下棋去。得了，你怎么不拿一下啊？我喜欢哪个？等你把东西送完以后啊，您就把这十几年前的箱子给我留下就行了。不可以、嗯，这个箱子是我出国之前买的，它跟我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有感情。嗯，不给。看来你还是个怀旧的人，是吧？当然。胡里查，查理胡，您不会是奔着那个几十年前那份感情回来的吧？老王，嗯，你还真说对了，我就是奔着那份感情回来的，否则我回来还有什么意义？你真是奔那份感情回来的？当然了，没有那份。哪份感情？你说的是？我
说的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什么意思？你说的什么意思？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你想说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你要这么着你就没意思了。这叫什么没意思？你不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真不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意思。那我就告诉你是什么意思。你是奔着麻烦回来的吧？哎呀！哎呀，老王啊，你要不说我都忘了。拉倒吧你，真是！我跟你说，年轻的时候呢，我们俩是有一段美丽的故事，但是都多少年了，翻篇了，翻篇了，老王。您说的是实话。当然。哎呦，你瞧瞧你，这你这有自知之明，翻篇就对了。哦，是不是？翻篇就对了。哦，那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意思，好像对人家有点意思啊。哎，我没有，你没有，对他没意思。我对他没意思，但是我不希望你对他有意思。老王啊，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，你那个意思跟我这个意思不是一个意思。你要是对满帆有意思，那你就去对他使意思，他接不接纳你那是人家的意思，所以跟我没关系。OK，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不告诉你。我要气死你，气死你，气死你。老王，老王，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嗯，老胡回来了。这不是你的胡。回来了，刚到。哎，哎，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你没意思吗？你瞅瞅你刚才那意思。我是这个意思。哪个意思啊？麻烦，哎，这是我送你的香水，百合香，清新又含蓄，高贵不高傲，低调。价不低，看你还这么客气。老马啊，我送你的蚊香你喜欢吗？笑什么？我那个可是好用不呛人，大牌又金烧，实惠还价不高。老王，你说你跟老胡以前就这样。俩人凑在一起，一见面就掐，一见面就掐。叫、哎！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你说你们怎么就改不了呢？改不了了，这辈子都改不了了。麻烦。哎，我还记得你最喜欢的那首歌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没有椰林追夕阳，只是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幻想。绿风单外边光，小巷碰上负心汉。老王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人家好好的一首外婆的澎湖湾，你看你什么叫外婆的澎湖湾？还老爷的葫芦岛呢？你瞧他那样子，哎呀，还都这样。我们在合唱，你捣什么乱啊？注意用词，不是你们，是我们，我们还有合唱团呢，你信不信？啊，你们有合唱团吗？老胡，你别听老王瞎说，什么合唱团呢？就是他们老哥几个，我们老姐儿几个凑在一起，就是练练嗓子吧。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啊！不是谁，你提醒我，麻烦。嗯，我们莫不如，哎，就组织一个合唱团呢。咱们组织一个合唱团？对。行，什么玩意儿？就你们组织一个合唱团？你还真是鲁班面前想耍大谱，哎，关公面前耍大刀。哎呀呀呀，不什么意思？你要这么说，我就跟你比比，看看咱俩谁能组织一个合唱团。好，
就这么定了。最考验大家的，考验团员，就是这个呜呜。老王，你咋来了？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，老王？怎么排练呢？是啊。排什么练呢？闲杂人等没事的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哟，谁是闲杂人等？不是兄弟。说我呢？您这话里有话呀、是，我跟您说啊，王老师，这个人家刚才胡老师就教我们简单的那么一个小技巧，就这一点儿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是茅厕顿开。你要不要上个厕所？还茅厕顿开？茅嫉妒人家老虎呢？这你们嫉妒人家？对呀、啊，别插嘴。唱得好，他就是好啊，教得好，教得好，我就这么跟您说吧，再给他10年时间，唱成老王这个水平，还需要努把力气。哎呦，这话太大了，那还用得了10年吗？咱今天就来个只争朝夕，咱俩 PK 一下。好，唱我熟悉的歌，算我们欺负你。哎呦，你唱什么，我唱什么。来吧，来，多大气，来，胡老师啊！哎呀，谢谢你的大气。嗯，草原上升起，不落的太阳。好。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边马儿跑。喂。回东边相思啊，百鸟儿齐飞翔。太好了，这小味儿气息不气息。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。跑调了，什么呢？跑调，我们听跑调。你说你怎么这会儿来了呢？我这会儿怎么不能来呀、啊？不是这不是跑调了，我应该什么时候来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老胡来了我都不能来了。我不是说老胡来了，我是说你来老胡就比不是啊，就是说老。哎呦，你要说什么？他是说呀、你来晚了，你要再早一会儿来呢。就能听到他为我们醍醐灌顶的歌声。说话，你这是老王跑调了。你听着我跑调了吗？反正之前我没听到哈。我来的时候，我是我自己转嘛，马二炮。哎呦我天哪！他怎么就是？不是你们要干什么？谁要干呀？就是谁要干什么呀？就是无所谓的事儿。狐狸查啊，查理狐啊，查理狐。所有人都听好了啊。3天以后，就这个地方干嘛？支持谁的人多，咱们俩谁就当这个团长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吗？不是，这怎么跟当团长有关系？这就是靠人气嘛。老王啊，是靠老王。你别管我，不是想好了吗？哎，我问问。别跟人家说别的，你先说说你那个跑调的事咋办？对呀、哎，我发现你都是个不着调的。哎，别急了，好些没有，急了，急了，老胡啊，赶紧说说我这发生的事儿。你叫什么名？叫什么事儿？你赶紧说好不好？一会儿我还得接孙子去呢。我爸打这我都有事儿，行不行？说你是跟我说句话。对，这个。咱们邻居这么多年了啊，你说感情是不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？那是肯定，对不对？邻里之间也要谈感情。对对，最近呢，
打国外回来一个胡理查，查理胡啊，查理胡的，那是外国人，那个名字反过来念也是一样的。对，使劲下吧。他要跟我竞争这个合唱团团长啊，三天以后我们俩就是一场血拼。我拜托各位几个，我觉得你这忙我们帮不了，帮不了，真行，这没法。张总，还没吃早饭吧？没有啊，等着。哎呀，走着，来来来来来，俩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没事没事，哎，拿着拿着，哎，兄弟，哎，就你这贿赂人的方法可够费大的，打今儿起怎么着，这早饭包了，不能下本啊，你包多长时间？一个星期。不行，俩星期。哎，十天。不行，十三天。对，十天，哎，加半斤蒜。超标。好，成交了。走，让我接孙子去。好，各位，我现在宣布夕阳红不红老年合唱团团长竞选活动正式开始。才艺展示，首先有请王胜令团队。你们啦，小郭，灭了他们，必须的。好。一个很好的头。好，好。老胡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该你们了。小浩，正常发挥。啊，好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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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唱歌就唱吧，你叫什么姑奶奶呀，干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接下来的小戴，他带来的既不是锅也不是号，是桶。好，
老胡，你们还有什么准备吗？再来一个，没问题啊。我把干的洒。展示已经结束了，马上进入第二项内容，演讲。老王老胡，你们谁先来这一回？这不都嘚瑟成这样，那先来吧。那就老胡先来。那好，我就先来。老哥哥老姐姐们，你们好。你们可以叫我查理胡，外号胡大毛子。说老王，你看，老王，这个我在这儿表个态啊，为了咱们的友谊，为了咱们大家能够制造快乐、享受快乐，这个团长我让给你，你有这个能力。哎呀，说完了啊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。这团长了吧？好，现在有请王胜利老王演讲。团长。哎呀，心情有点激动啊。这样吧，我表个态，作为这个团的团长，我觉得我已……你等等等等。我谁说你就是团长了？老胡说的呀。老胡说了不算，大家伙还得投票呢，是吧？对。好，来，投票，再次到舞台上。哦，你不是都气了？你上来就让他当就行了嘛。这样，支持老胡的掌声。好好，安静一下，安静，安静。支持老王的掌声。结果已经很明显了。好，夕阳红不红老年合唱团团长就是查理胡。恭喜啊老胡。祝贺你，祝贺你。谢谢谢谢。来你们还我鸡蛋。穿上书成什么了？穿上了，熊二似的。上老子上天！你脸那个小匪特啥字你都背不住。好死了！我是个小。那就让我把我哥叫来了。那就是首席，啥意思？队长，都不在家。吃马硬了，这不刚没走？老天！我不回家。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就应该。